但是世间还有的贵人。好大的口气。夫人，不妨让他把话说完。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尹夫人，我们姐妹俩的家乡是东部的灵州，锦绣恰好生得一双紫眸，此乃紫气东来啊。夫人，您再看锦绣眉心的朱砂痣，这可是老人们都说此乃朱雀归心的面相，是好兆头。对，紫气山庄有个紫字，我们偏偏是侯爷所寻之人，又偏偏来到紫园，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而这里又乃传说中祥瑞之地，玉秀之所，锦绣的来到岂不亦暗示着紫园即将紫气东来，放牧鸾歌，我们姐妹已是园府的人了，定会做牛做马，用一生来报效夫人救命之恩。锦绣，夫人，小孩而已，何必较真呢？韩先生，谢夫人过世不久，紫园中实在不能再见血光了。没想到在惩治下人的时候惊扰了韩先生和三公子。夫人，饶了这两个丫头吧。这三公子的声音好生熟悉，仿佛在哪儿听过。托这两个丫头之福，三公子回府以后第一次说话了。夫人，咱们荣宝堂还是要给三公子这个面子，这个紫眼睛的和那个伶牙俐齿的，要真能让紫园紫气东来，那也是夫人的功劳啊。难得三公子开了金口，还不赶紧的磕头谢恩。谢夫人海量。谢谢三公子。锦绣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高兴认识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没事，我们是小五一。对，我们是小五一。小五一，来，小五一。